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士奇应该怎么溜。先扯上200米长绳，注意千万不要让绳子打结，要不然容易发生危险。然后把哈士奇拴起来。大天，今天让你跑个够啊！这可是你说的，高科技也必须安排上。OK 啊，开始了啊！八零。刚开始万无一失，无人机也一直追着，但是突然意外发生了。抓住八零！哎，我晃你一下子。抓住啊！八天，你喊吧，越喊我越兴奋。八天，看着没？看到了没？胖胖，先把胖胖在这控制住。马天，快！哇，臭死了！哎呀妈，有点痒。妈妈，记得把这个视频给我发在快手上，记录一下咱的美好生活。世界。